口滑了回去，有没有口啊？小鱼，有没有口啊？刚来，刚来是吧？嗯、才这么深吗？还没调嘞。哦，大概有多深啊？这个地方？应该有两米深左右吧。挂不挂底啊？还好。走水还好吧？不走水啊。不走水是吧？你这饵料没口吗？有口就是口太好了。啊？都是江餐的抢，小白条没用，钓不起来。首先要把命保住，然后才能钓鱼。钓鱼其次。这朝着南坐，两个太阳晒，那边可以朝东坐，然后下午它就没有太阳，就上午晒一下。上午的太阳还好，下午的太阳你受得了？哇，这里明显有明显有鱼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水面上水花，看风水我们是专业的。看这 ，OK， 首先。再把罗盘对一下，好吧，朝东北，起码能吓唬他。跑了，边鱼有这么快吗？
看着爽不爽？看着太爽了！哇，起来哟！哇，好爽啊！暴富！噔噔噔噔！家乡鸡，家乡鸡，家乡鸡。龙虾，
什么东西都有。钓鱼，这能叫钓鱼？我以为我会暴富，但是我没有。来，你看像是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黑的月，这可以做个封面的。封面叫你来。